微狙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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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荡还是不太懂游戏啊。我没有啊，我是辅助呀、啊。嗯，出装问题，阵容有啥问题？我是辅助呀、啊，轰轰仔。咱出装也没有，这边人就是比我们家厉害。他是辅助啊，你们选人啊，没有关系。哦，来个什么？大哥，你再不选，我动手了。来个什么呢？哎。你来吧，什么呢？你来吧，选吧，选吗？你快快快快，我的。这跟十个人也没法合作。你玩这个，那我玩这个。哇，真来瑞文了，瑞文，我们家少点 AP， 什么 AP？OK。哎。嗯，哎，无所谓了，这样吧。李瑞文是轰轰的拿手英雄吗？是的啦。对，女枪吧。看了半天是女枪，女枪带什么？莉莉亚。这些是我执念太深的办卡。嫂子吃夜宵吗？请你吃点。吃不了一点。减肥。吃不了吗？减肥来不及改。你不是要吃酥肉吧？去抢购。哎，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哈哈哈。咋了？占领花。过期的吗？花瓣就像舌头，可以让死者说话。什么玩意儿？过期的。如果他什么玩意儿？会怎么样呢？什么玩意儿？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就不会觉得尴尬了。啊妈的，中门对狙说是。机器人加 CC。我直接长剑三红杠刚到底。老男孩不来一个那个电刀妖精吗？不会玩。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哎呦我操！这不是往里冲？哎，有点亏了。我他妈没学技能，我在那里 QQQQ 什么？我说那个瑞文怎么好像比我们家瑞文厉害一点啊？为什么他的 Q 能进来这么远？我他妈没学技能，大哥，我跟人打了一顿架才发现我没学，我操！我在想怎么单杀他。二换一也行吧，也行吧，也行，也可以啦，无所谓了。对面杰西用了闪现，瑞文用了闪现，哎，瑞文用闪现还可以了。只有闭上眼睛，才能真正。猴哥还需要帮你打野吗？不用，你自己去就。我在上路，你咋帮我呀？哦，没发现你已经在上路了。他这一啊？啊？他比你多一把长剑啊！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不行你就等我，我马上来，我二三级我就来。我下半段野区不要了。不是，是我也 Q， 他也 Q， 凭什么他的 Q 能挣到我的挣不到他？哦 ，timing， 这种东西我们俗称叫做 timing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你来，你妈的来！谢谢摩天宇的100个助演分卡，谢谢摩天宇。兄弟们，过一下我们这轮任务吧，把任务过了，郭天宇给我们来了100张钻石卡。我操，这一锤！来来来，这一把绝对让你弄死他！来来来来来来！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想两个人要杀你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来，你自己吃。这把绝对让你比他狠， okay, 真的。OK， 萌萌雷。哎，早知道带灰心了，我操！他妈的！无穷的可能，蜿蜒前行，但来不及改。又错，操他妈一点点大事。不行，你得推，你得推，你推推一下，推一下。不推一下，你永远也打不过的，你赶紧推。这一锤给我他妈的锤回来了，是什么意思？
弄啥了呀？大哥，他过去打你了。别杀我！哎，我操！还有闪，还有闪！哦哟，他还有闪！我操！真是没有治疗，真的。没有治疗。我再来上路，别路不去了。有时候走路摇摇摆摆的，还有的时候会把我高高举起。把我变得好像你有没有发现你把他杀了但是你等级还比他低，那为啥？就是因为兵线没推进塔。为啥没推进塔？必须得推进塔，死也得推过去。别急别急，我马上到。你留技能，你留技能啊。猴哥你说的上路呀？我啊对呀，我这呢。不不不，那不是啊。来来来，有技能跟他打来。哎，推进就推进，自己推，这波让你自己推，随手逼出，这把你 C。我操！没问题。人类一醒来，我以为在我这儿了。嗯，这个人没有闪现，没有引言。OK， 再吃一波 C。能链住他吗？我们可以试试，来来来。能。哎，我操！哎！没事没事，要气死！哦，一阵也没有错。哎，那没事。再气一波吧。这把蓝我都没碰过，随手逼，我没碰过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就是一直在你的上路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你也玩瑞文，他也玩瑞文，你别打爆了，你将会非常的丢人，对是不对？背急随手逼猪，我又来了，等会儿啊，我进草丛，你再跟他打。好，你跟他打来。好，他已经现在已经有点害怕你了，发现没有？必须害怕，我双 buff。梦变开口了。好好好好，再跟他打，就无脑跟他干。啊？哎？什么事儿？我操！你怎么死了呢？因为吃了两个技能，盲僧的也吃了，血也磕了，没回上来。这个样子，哎呦，好吓人哦！别是往下路去咯，我好的。这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哎，那就等吧。那可能是去给野，等一行。在这边。挡住，让他吃这个炮车。别地儿不去了，这把就在上路。这波你有大，他没有大，他敢交三个技能跟你打，你就跟他打啊。白天的梦，明白了吧？夜晚的梦，明白了吧？没问题。他比我多一件小战斧，没用没用，他比你多一百件没用，你有大，他没有大。但是一定要前提是三个技能全用了啊，如果没用技能的话，你是打不死。盲僧没背。他敢 Q 上来，其实你就可以尝试看。最最真心的话。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你想闹吧？他亮牌，看着没？他现在很狂妄。还是不行，血太少了。你直接把漏破绽，对，打他，然后把技能甩了，把技能甩了。那咋的？他死了。操！他闪现都没死啊。
还行，可以接受。坏了，随手P足，我帮不了你了。明白，心里有数。OK， 我可能要去其他地方走一走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。梦雅，你觉得他们会记得我吗？等他们醒来，他们会记得自己吗？不闪不行吗？为什么不送不闪？我会一直留在森林里，直到我学会开门为止。好像留不到。树根先生，你表情差点就绊到我了。我需要发育两波。是真的在捉弄别人吗？打不打？我溜了。哎，我说，等我一下。哎呦我操！哎，不回头吧，后面的。完了，杰斯去了，杰斯去了，杰斯去了。我又没有奖金。可惜。啊哈哈，好可惜呀、啊。啊，我不知道你要上，我第一时间没来。我一看他五级，我们都六级了，他不是五级、啊，他六级，他六级，他很早就到六级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！每个人这瑞文操作厉害，犯病了。哎，你看见谁呀、啊？你都觉得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操作不行啊，因为你都看久了我的操作，你知道吗？这也能叫厉害？那轰轰都能上树了，到那儿去了。这也能叫厉害？那真是，真是啊！啊，你咋那么狂呢？我他妈一个劈！哎呦！我操，影魔刀吓人呐、啊、他们影魔刀、啊、小鹿附哪个技能啊？坏了，随手逼住上路，坚持不住了。你打反手千万别打正手，别交技能，交 Q 没问题，别交 W 跟 E 啊！有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呀，我真服了！打了是吧？没走 P 柱怎么没声了呢？有声有声，在响。在想操作，好好好，懂你意思。沉默。他现在会很张狂，让他们推吧。他会觉得自己很强。沉默的脾气。他一定觉得自己很强，其实也就那样。脾气也就那样。我跟他慢慢玩。也就力量啦。打龙去了，猴哥。给了。我马上无敌。再刷两。我十二分钟十四次，你看这对面打野来几次？对呀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对面打野来几次？哎哎，这波这波上路三个人，这波上路三个人，上路三个人，上路三个人，三个人。怎么的？不是，你怎么跑了呢？那算了，给了吧。打不了，打不了。走走走，人太多了。那算了，那算了。妈的，搞联动还！我和我自己要清楚一下。哎，回家了，那你退吧。
这个没有啊，我操，他这个锤我真是特啊，我在操作呀，我肯定没有啊，我只是跟你说我在操作嘛。哎呦，这里一滴血，这里一滴血，牛逼！哎，这能打到我啊？没拉扯好，哎，拉扯失败，真的没拉扯好，拉扯失败，差点钱。我以为他要他妈的过来锤你了，我操！锤的技能，一技能远，有点远，嗯。我没有穿裤子。我操！为什么我他妈的掉血了？好吧，千万千万别绊倒了。不要再绊倒了，不要再绊倒了。随手逼猪继续推，没事儿。嗯，我的蹄子很小，这眼排的干啥呀？十块钱。前面不敢往前走了，怕死。走走走走走，你往前走没事。这波我给你垫后。怕十一级。没事没事，十一级他也没用，打不过我们俩。我来了。我他妈的！推线推线。感觉他感觉到我在。我操！你别被瞎子偷了，在这边。装的不太像，走吧，知道我在。有眼个屁呀！他能有眼，我他妈吃屎！我又没有脚尖，怎么踮着走路呀？不好抓子，不好抓。人知道我在。有大招吗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得走了，你得走了，不行，我得走了，我得走了，抓不到，这人不行啊，啊，伤害差点啊，出哪个吧？你们手？你是干什么玩意儿？最刺耳的声音就是孤独在叫好。是谁在开放？这不太好。一醒来就忘了不太妙。看看杰西，大哥，机器人来了。没事，机器人可以杀他呀。小龙，小龙，往小龙走。在这儿等，在这儿等。EZ 能杀吗？我操！嗯啊，可惜。往小龙走，往小龙走，往小龙走，往小龙走。嗯，只要成真，一切都是有可能。拿下。挡一下 Q。OK。我去吃个冰淇淋。谢谢艾尼路网咖。
这什么意思？哎呦我操！杀杰西呀、啊！杀杰西呀、啊！杀杰西呀、啊！我知道，但是我哇，这没遇到。我一个人杀不掉。跳弹，跳弹，跳弹！还有影魔刀啊！完了，来不及操作。没练到，可惜。崩了！崩了！崩啦！大家来一个白银卡。太糟糕了！崩啊！我捕捉了梦，人类才能追寻他们。往后来吧，我没大招真的。好的。操、哦！来这么快吗？吓人吗？嗯。吃不到血，我溜了。我大招好了。走一波上啊！我现在没有，还没有大。哎呀，影魔刀有点。走一下下塔吧。可以上吗？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往前撞，往前撞，往前撞，撞杰斯。没事没事，你点我护着你点，你点人我护着你点。我点不了。这都没打过。嗯。哎。这个大招有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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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知道，我想想啊，出个这个，等我一下。不像包子。晨日清醒，登上安眠。感谢波哥的大火箭，谢谢。你的欲望成真。来拿蓝这一个，谢谢。可惜我还没有到。来中团，来中团，找人创板，创创创创机器人也行，创机器人也行，随便创随便创。哎，他不在这。他们家少人。杰斯能抓到吗？小心小心，不太好。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。我有钉。快快，灵台，结束。哎，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，杰斯一个人。我靠不进，我靠不进。这里这里这里，来来来来来。大龙大龙，就他一个，就他一个大龙大龙，我大龙走。我怕他垂上来。没事，把视野白了，他就不敢来。没事，视野白了不敢来。自顾子来。找找找！大龙打完必回家，小龙没事，让他帮我们打。嗯。好上。操他妈的，伤害太高了。小龙。你们可以回家，你们可以回家再来，可以回家再来，可以回家再来。嗯。我要去夜景。我哥，你状态要是很好，我们两个打吧。
那俩打不了。接钩也可以换收集。牛逼！哎，我哥打，可以打呀！哎，大胆，来试！啊，追的，追的，追的！跟不上你大哥，你跑的贼快，我能帮你把后面这个盲拆。不赢了，不赢了，不赢了！我操，我他妈的跑到家里边去了。二塔，二塔，二塔。退线吧，退线吧。小龙没了呀。小龙怎么打那么快呢？他们打完了。被那个盲僧打了。玩儿。怎么吃他野区？你吃，你吃。这个的也可以踢。里面踢，里面踢。C 哥 ，C 哥过来吃蓝。麦也不开，我以为你不要了。走，西哥，他妈可以走，那波可以走。你在拼，你真没开麦，还他妈在拼。你刚才真没开。OK。猴哥，你打这个。打红啊，都可以，你打也行。我打你也有吗？你打我也有，我们俩都有。哦，结果让你 OK。他刚才真没说话，他但凡说话，我都不跟他打，我要这个没屁用。对呀，开的变身。我龙 buff 快没了，大哥，要打就这波中路。我红，你别让我 E 着你啊！哎。啥意思啊？小心这边有人，瞎子瞎子，怎么还在打？人呢人呢，中中中中中，人呢人呢，在这儿呢。来了来了，直接上吗？可以啊，好创。进不去了。我操！没事，他来不了，他来不了。能点塔吗？能点防御塔吗？点塔可以，点塔可以，点塔可以。啊，好杀！牛逼 ，C 哥牛逼！啊！我会一直留在森林里。再推，再推，再推，这边再推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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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一波。没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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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高地推了。就在门口。我保着你，猪侠，你打就完事了。真他妈难！哎，不，他动不了你，他动不了你，他动不了你，他只能弄我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我还在撤撤撤撤撤，不赢了！走走走走，得走了，得走了。我减速到了，我减速到了，没事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好好的。哎呦我操！啊，溜了。没有中立，还行。先来个美甲窃魂券，反正我们家蓝没了，蓝那个位置可能有人。哎，下路我来了，下路我来了，我往这走了。能留他不？他人到了不？我想回家做个黑切。怎么回事？这位置？我操啊，这给我敲下来了。这里不结实。这里还有。追不上，回家吧，追不上。追不上，这瞎子，哎，这瞎子打靠，哎。他被小怪打死了，哎，怎么没回家？我被他打断了。谁？哎，他还在追你了。他要送塔了吗？
哎，哎，给他来一下。我们准备小龙啊，要回家赶紧回啊，不回家的赶就赶紧来小龙啊。好的。来不及回家了，他们打野朋友了。那就赶紧小龙啊，往小龙走，往小龙走。小龙吧，大哥。小心有野啊，这里。能让人们的欲望成真。王子被抢，我还没到。小心被抢，小心被勾，小心被勾。都完了，走。大龙，大龙走，大龙走。啊，要去吗？要去啊。好好好。大龙走，走走走，往大龙走。眼儿眼儿擦眼儿，好。看位置啊，看位置。好的好的。直接打先把龙让上了。他动不了你，猪猪侠。啊！但我被吸了。我被从侧面切了。我走了，大哥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把他们都杀了，没事。好吧。可惜了。上来 C 哥，这个位置我帮你。走吧。被那个踢飞了，而且那个杰斯炸好高。好链子。蹂躏他，恶心他！来，先出去了，先出去了，你们推中心就行。我其实没必要盯，但是我就是想盯一下。嗯，很帅啦，很帅啦，很帅啦。帅气的男人。我要去拿红 buff。推不上去了。哎，怎么有问题？我喜欢和你说话。都去睡觉吧。去睡觉吧。好大！等一下！哎呦我操！有点狼了啊！没事没事，回头点回头点，不要怕！坏了，有点狼了，狼了一小波。哎呦呵！哎呦呵！他他妈的！我点不死他了，大哥。丁伏笔了，有那么一点呀、啊。我也没东西换，觉得杀人书挺好，它能有点移动速度。妈妈的，换点钱去。这个中路给我吃一点，我马上复活甲了。给你给你，你吃吧。打不死了。随手劈猪，你是不是不知道瑞文的二段大招是什么效果 ？AK 打不死了的瑞文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血越少，伤害越高啊。我还是对面。你不是你对面啊？OK， 那你别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家里复活甲出来，中不中？就是那个洛克萨斯之手大招，你当他拿来用就行。但是基本上是20%斩杀。明白。我操他奶奶！别伤害这么大！朋友们，好的。我操，这个大招帅气啊！我信呀！往这走，往这走，磕头！我操！
伤害有点高，我秒了。这大海又闪。我拖五十秒，我拖五十秒。这你拖五十秒，你能拖住吗？能吗？能。二甲都拦住你。回家。好，拖住了，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吧。小龙给吗？我们破三路了。那我们先守一下基地吧。人们说晚安的时候，是真的在祝愿别人吗？破三路，我得打一波好团战了。能抓中路队友吗？过来，来。如果我现在回家守，你们能推了吗？能。走，我们推，我们推，他们死俩，我们得推中，我们得推中，我们得往中推。我回家守，我有国家的，至少得推他们家一个高地。一哥回了，我冲吧。宝看着人直接创啊！EZ 有 E 小心啊 ！EZ 有 E 不一定能创得到啊。好的好的。阿杰斯也回去了。走嘞，快走！大龙能拿吗，大哥？不行，家药没了。大龙拿什么？家药没了。家药没了，朋友们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随手劈猪。我看到 C 哥在家，我就没回去啊。我守不住啦！哎呦，没有了啦。怎么没人守家呀？家没了，随手劈毒出列。到我的问题，非常可惜，我没有守住。为什么？刚才说如果我回家，你们能守住吗？我们说能，你没有回。因为我看到妖姬上了回家之后，我说了一句：“妖姬在家，我不跟你们一起推。”没有执行力的东西。嗯。